闭上疲惫的眼，接着沉入到黑暗，场景却慢慢清晰。除了门口的人影之外，只剩下暗红色的微弱光线。原来我在等一个老朋友。窗边，房里虽然没有风，但他的斗篷仍然飘逸着。来，我都准备好了，这里有刀子、绳子，还有毒药。你希望我怎么走？我想想哦，看要是我忘记带的。我站起身，认真的思考着。我想把宽容带走。如果我把宽容带走，只剩下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他快速地站起身，伸手抓住我的脖子。他开口说话了：恐惧、愤怒、